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W 的频道，士别三日，甚是想念。今天呢，我们要做的系列还是《名侦探柯南》里的骚操作——虾人手法。上一期虾人手法测试里，评论区呼声最高的就是那一集《诅咒假面》。诅咒假面的冷笑。说实话，我也很好奇，因为那个手法看起来是真的非常的沙雕。最近我是每天一边看柯南一边做笔记啊，不得不说啊，看小兰真的是越来越。进入正题啊，大家有兴趣呢可以再去刷一下那一集。我借来了一把类似凶器的小刀，在刀柄尾端的部分请高木警官穿了条松紧带，接着是面具的部分，将这条松紧带穿过所有面具两眼的空洞，像穿珠子一样放下去，所有的面具都放进寝室里之后，就可以用松紧带来控制面具。将200个面具全部堆起来，为了还原这个手法，这里呢是我准备的200个面具。实验之前呢，还是先许个1000赞的愿望。老规矩，先上车后补票，我先拍，大家再点赞。感谢大家为我点赞，为我评论。对了，忘了介绍了，这位呢是小辉，虽然我不知道他能不能撑过这一集。太重了，根本抬不起来。Thank you.